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edi 家里秘密实习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玩这个网页游戏，就是 Unfair Mario， 应该是就是不公平的马里奥吧，这算是一种整人游戏啦。可能是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吧，不然应该干嘛这样子没事整自己呢？然后话说明天是愚人节，不过这跟整人游戏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这是第一关吧。啊，他说什么 ？Use the arrow keys to move Mario， 就是上下左右键的意思。前面也可以走，是应该是走前面的。然后好，然后四次死亡，因为我之前已经死过三次了，之前有玩一下子。啊，前面就是不能走。啊，好了好了，真的是，好，前面真的不能走。那我们就走到后面去了，不管啊，我就知道这，啊，重来。啊，所以我那。唉，不得得得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这边那么简单，我一定一下就够了。这，啊，好了好了，这边，这，啊，这边，啊，得得得，我，好了，大家知道，大家知道，这么简单，谁不会？这根本，这太简单了。Press this box underneath， 就是你要往下，你要往下走，所以一定是往上走。谁？不，前面是 checkpoint 哎。好了，前面不怎么难，就是前面只是才死一次而已，不是吗？这样好像啊，忘记了啊，有吗？啊哦啊啊啊！啊，准备冲过去了。啊，开始吧，冲 checkpoint， 呀、yeah, ，有了，啊，好了，然后这个，所以是踩前面这个，我觉得都，所以应该是前面这个，啊，对，上面这种，这个，哈哈，啊，好了。啊，大家知道了，这是考验你的记忆力啊，记忆哪边有陷阱的。冲，我冲了，冲！耶，够了。所以第一关就这样过了吧？还不错，不错。Space， watch out， watch。就这边更没动。哎，好了，我叫两边就是了。Don't fall in， yeah， 他应该是就是要，哦，好恐怖。啊，好了，随便。所以要先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。好了，至少我们过去了吧？这边两边都有刺，好，啊，这边反正我今天心情很好，所以我不会生气啊，我不会生气，我真的我不会生气，这边没东西哈，这边哦，哈哈哈哈，啊好，啊啊好，两边都有刺哦，啊，中计了，好啊。我们走，看前面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前面，好吧，前面真的没东西。那就快过去吧。这个对我来讲那么简单，不是吗？这上面有吗？哦，阿伯，利息被安装，你不管你是要走哪边啊？这有点，这不合理啊。爸爸，你要走这边哦。哦，哇的，我刚刚不是靠上去了？啊，反正我会玩了，所以应该是这边。哦，对，所以，过去吧。哦，差点，还好啊，这个不成问题啊，这个，拜托，我是谁啊？哦，好了，其实我连原版的马里奥都玩不了。其实这种游戏我之前有玩过哦，我之前有玩过，就是一个也是整游戏叫做马那个玛丽猫，这就是像是那种猫的
对啊，反正就是类似马里奥玩法，然后可是它马里奥变成猫了，然后那整个真的就是会让你哦，就是整人到极致的那种，很恐怖。希望这个不是这样了，虽然我觉得应该它是这样，它应该也是这么的恐怖，真是。哦，还好，所以我们应该要里面一点，对哦，太外面了啊啊。哦 ，checkpoint， 啊，好了好了，啊，可以确保前面没有东西吗？完全没有哈，完全没有哈，完全啊啊啊啊，好过了，吓到我，啊啊，啊，哇这，哇，啊陷阱，啊，啊，可是我觉得他陷阱他没弄。就是也就只有那几招啦，其实那就只有那几招，可是玛丽猫就是很多招，玛丽猫超多招的，你就是你碰到云也会跟你那个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，然后就死掉了，就很那个就是哦啊，差点冲前面不要再有那个地板了，不要再有地板。 Which one this one? No yo哦，所以你应该是两个都不然，有人统计一下我那个，这是你要不要统计一下那个我是哀嚎几次啊？好，然后终于不要跨啊 ，Which one？ 真是。技术问题，这是真的是技术问题了，奇怪，那这是跳，过去，这个，所以这个应该也要，一十万，过去，哦，够了，第二关有点难，好了，总之我们是过了，然后前面，我觉得前面应该都是刺啊，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让我们过吧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的话，对，前面都是刺啊，你完全过不去，这只是放给你好看的，对，我们就走后面去吧。这个应该有问题，对，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跳过去啊，不然呢，这不能过吧？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过啊，这真的过不了。再走一次前面，好了，真的不行，就走后面了。可是这边怎么过呢？这样，好了，这蛮邪恶的，我发。这边啊，这个，当他讲太多谎话之后，你就觉得他讲的都是谎话，然后你就不会相信他。结果他这边又出现一个实话，然后他真的会掉下去，所以只能走中间。这边会哦，他用的梗都一样，就不好玩了。好了。真是干嘛玩这个游戏啊，破坏我一整天的心情。走下面一定不是好事，走上面应该也不是好事。好了，跳，哪来的刺啊，这哪招啊，所以要走下面不行，走下面一定要挂，不信我走给你看，走下面，你看，它就会掉下去啊！我们要不要分好几集啊？然后一集死一百次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这样一下就拍完一集了。可是哦，不行啊，那边根本不能过吧？等一下，这那地方根本过不了，不是吗？那地方啊 ，Oh my God！
哎，好不断了、啊，哎呦，好了啊，我说啊，先给我，给我，干哦。刚刚我说的话也可以消音好不好？我就啊，我在看其他地方，然后你就突然伸出你的啊，这完全不合常理啊，大大不合常理啊！玩这个真是让我愤怒，让我难过，这完全没有好处啊！这边还是要，我知道了，走下去啊、哦，走下去就是经过那个该死的那个这个地方走，然后走下去，这啊，好了，至少我知道怎么玩了。啊、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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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啊啊啊啊啊！差点啊，下去下去啊 ！What？ 哦 ，no！ 啊，差点啊！一百死了啦，要不结束啦？算我们玩完第三关了，真是啊！哼哼，哇，这我在十五分钟内一百死，哦 ，Oh my god， 那好了不起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这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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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过去，哈哈，那这啊，我其实重点就是眼前啊，可是。You know? 哦、oh! ，忘记了。啊啊，过啊，得。哇，这快过了。啊，过。真是 unfair. This is so unfair. 等一下，让我想好这边。哦哦。三四边都有刺，真的是，所以我们要啊，你就连一点思考的时间不给我吗？过去，哦，我干嘛站起来？至少啊，好，但不用，我想一下，思考，现在真的要思考了，现在。下面这边会掉下去，所以我要哦想到，哎、欸，啊，我按错键了，我竟然按错键了，我啊，前面有 checkpoint， 所以这关真的是会没完没了哎！天啊，第三关就是弄那么难，那最后一关是怎样？最后一关是怎样？啊，过了 checkpoint， 哎，前面对，他用的梗都一样，没有了。前面出现这个什么 Goombas for your entertainment， 娱乐用啊，我懂，我知道。他是助兴用的，就是了。全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太夸张了，这太离谱了，这真的太离谱了。不然你要我在哪边？你要我在哪边？你到底是要我在哪边？前面根本没东西啊！这真的太离谱了，这太离谱了，这。你不知道我刚花了多久时间才刚好踏到那个都是不会踏进的地吗？你知道吗？哦啊！
我被吓到了！天哪！我被吓到了，好恐怖啊！刚才突然只往前一下，他就这样子。哦哦哦哦！冲啦冲啦冲冲冲！哦，不行的。或者他变身，他到底是变成什么？这上面一个字，那到底是啥东西？啊，不行！好了，速速过好不好？我们速速过，我们就可以速速过了，过去就好了啊！那是变成一个上面长刺的乌龟还是什么的 ？I don't know！ 啊，这真的是让人家神经错乱啊！他们变身就变得好恐怖、哦。超恐怖的红色，啊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啊，大家了解他们就是塌陷的地方在哪里？嗯，箭头的左边不会塌陷，我错了，对我错了，所以这边不会，这边不会，这边啊，一是五个死亡。啊！不要再150个死亡就好了，我觉得一关死50次已经够夸张了，好不好？这为什么他们不会掉下去？为什么他们还是浮起来？这 unfair， this is so unfair， so unfair this game。啊！我干嘛送死啊？他们好像会追踪我，就是我跳哦啊啊啊啊！你的刹车系统很烂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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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过去跳过去，给我跳过去哦，过了。啊，真是够了。